我跟你说，生蚝买回来你就跟着我这样做，真的太香太好吃了。洗干净的生蚝放点盐、胡椒粉、芹菜末，捞匀腌制20分钟。脆炸粉想自己调的，看评论区，加个鸡蛋，适量清水，搅拌成酸奶状，放少许食用油，这也是酥脆的关键。倒入生蚝，裹上脆浆，五成油温下锅炸，小火慢炸至金黄酥脆。有条件的撒点烧烤料或者椒盐就可以开吃啦。